火烧处有遭破坏或粘贴等异常情况，且执行提领现钞交易已扣款而无法取得款项，应即通知该自动柜员及所属的金融机构来处理。金融卡的密码设定应该避免使用生日或身份证字号等易被拆出的号码，且金融卡及密码不得轻易交予或告诉他人。如发现金融卡密码为他人知悉或金融卡遗失，应即刻变更密码或通知所属金融机构办理金融卡的遗失，以避免存款遭他人盗领。